我们继续呢来看第一爻初九爻，它告诫我们什么？好，他说呢，啊，离一卦最不好的爻就是第六爻，因为它是代表的纣王。好，啊，最好的爻呢就是第二爻跟第三爻。好，啊，第一爻呢，他说民以与灰啊，垂其地，君子以行，三日不食，有忧啊。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以行，亦不食也呀。好。所以呢，民以与灰就是什么？就好像一只小鸟呢，准备怎样？哎，起灰啊！所以你看，一只小鸟准备起灰的时候，它的动作是什么？张其翼嘛，哦，翼呢，它的什么？它那个翅膀就怎样？会弹出来。所以你看，它是代表一个两阳四阴的。所以两阳四阴呢，它的一个什么最源头的那个卦，叫做什么？乾坤震六卦的小破卦而来的。好，哦，我们知道嘛，好，那个乾坤震六卦，小破卦而来。啊，小破卦就是在跟我们讲小鸟，哎，叫做一下一上补一下，哦，啊，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他才说民以与灰啊，垂其翼，他说没有耀辉的样子啊，哎，本来说好像一只小鸟准备耀辉要张，哎，把它的翅膀给张开了，可是呢，那个翅膀呢，要垂下来了。所以翅膀为什么会垂下来？我们看过小鸟在飞嘛，飞翔的时候，它要下来的时候，那个动作就是垂体力呀，好，准备要休息了。好，君子以行了，君子是逃避哎祸难的时候，收走就走了，连饭也能怎样来不及吃哦，叫做君子以行，代表说该走的时候，该隐遁的时候，不要三心两意了，哎，不然的话，可能等一饭吃饱了。灾祸就惹上身了，可能就被逮走了。好，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我们宿也。三日不食，就是代表时间很长，没有怎样，没有吃东西了哈，哦。主人有言，初九爻呢，决心隐遁的时候，遭到地子的一个什么欺笑欺哄，所以呢，还有暗语的一个什么诽谤，好，哦，啊，所以叫主人有言。好，哦，整句话来讲。初九爻代表民主与见机，他知道民一卦的受伤很严重的，所以他就赶快等他来隐遁，好，不等待呢，哎，怎样灾祸啊，怎样急生的时候就赶快怎样即高飞远走，以避其难的，就好像一只鸟将飞，必先张其翼。今天呢，垂其翼啊，不是要飞的样子的，就是说君子呢，去官远离。不先落怎样一点的直击，哎，不会像一只小鸟说哦，我现在又亏了哦，所以呢，那什么翅膀就展出来，哎，说一个什么，哎啊，一个哎一个官员呢，他准备隐遁的时候，他不会像小鸟这样展翅让你看得到啊，好，哦，他是怎样，哎，一点的痕迹都不显露下来的，所以叫做垂其翼呀，啊，哦，所以就好像鸟要飞了。君子逃避祸难，说走就走了，连饭也来不及吃了。所以呢，出门之后啊，好久都没有吃到东西呀，啊哦，因为要逃命嘛，没有吃东西呢，那还好哈，哦。所以离开之后呢，主人就一直责备他了。好好的官不做，竟然无缘无故的弃官出走啊！哎，所以呢，无远见的人一定会加怎样？哎，责备啊，有这种的语言出现。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跟我们讲姜太公的故事，好，啊，所以还记得嘛？我们初级班跟大家介绍过姜太公，就是呢受了一个什么妲己的一个陷害，好，啊，所以他哎，已经他姜太公哈，啊，随意经40年哦，好，啊，所以你看看他的火候有多强，好啊，他所随的意经是三韬四历法。啊，所以呢，他专门呢，哎呦，怎么样，很精准的，是吧？把时刻都算出来了。所以呢，那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就跟老婆讲，说：“老婆啊，你要跟着我呢，还是要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啊，因为他的老婆啊，哎，怎样，很不相信姜太公的能力呀，啊？因为呢，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怎样，诸事不顺。啊，然后他说：“你要走你的阳光道，我要过的我的独木桥了。”所以当时呢就这样子，哎，没有离婚啊，可是就分开了啊。当然了，姜太公就真的因为纣王，哎，见他嘛，他没有进去是怎样不行的。
啊，所以他也知道妲己会怎么样，派人呢来围杀他，所以就好像这样子，哎，要怎么样避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来不及呀、啊，啊，连要真正跑去坐车子也来不及的，不然他用什么？因为他会隐遁，啊，他会四流动静的那个什么水遁啊、土遁啊各方面的，啊，所以他也算定说他在哪里，然后呢有一条河。好啊，所以被围起来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他就赶快跳进那一条河之后，就隐遁到哎渭水流那边去了，啊，所以呢在那里等待了文王的出现了，啊，所以才在那里钓鱼。他钓的不是一些小鱼，不是有形的鱼，他钓的就是诸佛供像，也就是文王的莅临啊。好，所以这个第一啊，就是在讲姜太公的故事，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他要回来找的时候，哎，是不是哎怎样垂其意啊，让人家摸不着边的，哎，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会这一招，所以他才幸免了，躲过了这个什么劫难啊。哈啊，吴郡以前人呢告诫我们说，天灾人祸之源啊，天灾人祸的一个根源是怎么来的，就是人在违反自然规律的，啊，有没有，现在为什么臭氧层会破的，好，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担心的，啊，很多的什么冰岛的一个什么啊温室效应一直来的，所以它到最后最严重的就是整个冰岛啊怎样，哎哎，温室效应之后呢，整个都会变成水。啊，我们现在地球甚至是三分之二都是海洋呢，三分之一才是陆地呢。那边如果都是变成水的话，水位上升，陆地会下沉。哎呀，啊，你看我们台湾就这么小了，然后再下沉就变成这么小了，啊，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啊，啊，所以现在全球的人都在担心这个啊，所以已经违背了整个自然规律了，所以包括在我们饮食起居一些的习惯上面，我们自己看看有没有违反自然规律呢，啊，所以要好好遵照的自然的一个规律，要在身边呢，哎，从怎样琐碎的事情做起，能做的就自己动手吧，不麻烦别人，不要忘了勤劳本是美德，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来响应这样的一个环保，啊，所以要节约减碳啊，啊，所以现在可以做的尽量做，为什么，我们今天造的一个因就是后世的一个果，我们今天做的一个环保就是明天怎样我们的孩子过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选项，啊，所以以后小孩子的天空是怎样都是靠我们这一代人所留下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着我们良知良能啊，真正的哎来怎样维持这自然的一个规律，让我们的子孙有一个更美好更健康的空，啊，这样天空啊，这样子才可以生生不息哈，啊，所以这一爻是什么静中动，好，它代表的姜太公的一个写照，也代表两个人叫做伯夷跟石岐。我们都知道伯夷石岐他们的伟大在哪里，哎，求人而得人，所以被孔子赞叹了，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第三爻是武王，武王呢准备要去伐纣，所以哎要出门的时候啊，哎，伯夷石岐呢就拦在那个半路上，跟他说你的父王文王刚过世不久，你就要出兵，第一个不孝，然后呢纣王是一个君，你是一个臣，哪一天底下哪有臣去伐君的，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第二个是不忠，哦，把那个武王，哦，骂得怎样啊，骂得，哦，哎，五体投地啊，结果呢武王他说这样怎么办，姜太公因为是他的军师嘛，才跟他讲说武王这样子可能时机会成熟，所以呢，哎，他们就怎样，哎，把兵马又带回去了，等待时刻，哎，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才怎样，才来伐纣。所以呢，伯夷石岐呢，就怎样，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甘愿死在首阳山呢，不吃周朝的一个粮食的，所以两个兄弟呢，就活活的，哎，困守在首阳山，才有一个。哎哎，求人而得人啊，哦，所以呢变成一位贤士哈，哦。好，第二爻呢，他说民夷，民于左谷，用乘马撞吉，象曰又二之吉，顺以则也呀，啊，哦，所以呢就好像第二爻是伤到什么左谷了，
左边的左右手。如果你动卦的时候碰动到第二爻，请你要小心，你的左右手一个人会受伤，真的是这样子哦。这个左右手不是左右边哦，是你的，可能是你的下属，也就是你很亲近的左右手哈、哦。好，啊、所以呢，一左骨啊，右开、哎，所以呢就是什么伤到左边的，哎，这个人的。那那右辰代表救助的意思，马壮呢代表一个什么良马的意思，所以他说本着柔顺中正黎明之德才可以什么度过难关。所以第二爻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其实这个都是受伤都是不好的，可是呢第二爻代表的文化他就是用黎明之德来用柔顺之德呢来怎么样转凶为吉。好，所以呢反而助长了他，反而让他有机会来撰写《易经》啊，所以呢，因祸得福啊。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受伤？可是呢，为什么唯有独有文王他有这种智慧？好、啊，所以这个说是怎样？他懂得《易经》，然后呢，来怎样来转化？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真正的达到趋吉避凶最好的写照。所以整段话说，六二爻呢，就有如坐往无道，无往呢被囚困于有理了，刻进一个什么成的一个字节，不失其光明之行，并且呢可以借此的一个前移，然后变通，然后开始什么演周易，成为万古人臣所效之理也。啊，所以你看，当古道今。多几个人真正受到困难的时候还有文王这种意境，真的很少了。很多人都是被关的时候，哇，怎样，可能全部的希望都没有了，哎，可能说怎样，因为文王被关是86岁啊，你看86岁一个老人家，他的心思是怎样，哎，可能是啊，算了，我在这里等死了啊，我好好的被怎样被人家关在这里，就这样子了啊，你知道吗？文王被囚禁那在那边，不是我们想象那么一个什么，哎，那么好呢？他是囚里啊，哎，囚里啊，他是怎样一个湖啊，很小的湖啊，旁边都是什么，叫好像那个护城河一样，那个水的，根本没办法逃出来。再来呢，他白天的时候他也要劳作，要劳工啊，哎，为什么？因为囚里呢，他是怎样整片的沙漠。整遍的那个荒地，然后呢，他就叫怎样？叫文王，哎，86岁的老人家还要建造一个城，哎，啊，难道他白天呢就在怎样造城，晚上呢休息的时候他就赶快，哎，要怎样开始作传啊？哎，演我们的后天八卦，所以呢，也就是在这千辛万苦当中啊，哎，他怎样熬过来的？所以熬过7年之后，他才把后天八卦，哎，还有后天，哎，64卦的一个炎黄土，通通把它完成了，包括64卦的卦子也把它完成了。所以呢，没有他这一步棋的话，今天我们也没有周易可以读呢。哦、啊，所以你看看，这个都是怎么样？哎，我们后人呢所要下滑的一个法则哦。啊、哦，所以碰到困难的时候，不用担心。以随道的角度来讲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包括也可以敬他，哎，所以呢就不要理他了，再等等几年之后你看他如何啊。所以你看看到最后呢，纣王是不是惨死在他的一个宫中，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受到恶人欺诈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像文王这样的一个智慧才可以怎么样脱险哈、哦、啊。包括吴俊宇前人跟我们讲说，人生是苦啊，不论多么的苦，只苦怎样这一生一世就好了，不用再苦下去了，并且呢算不啊，所以这些苦呢，哎，并算不了什么，所以呢永远的解脱不了轮回之苦，光是真苦哦。所以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哎，怎么样啊、哦？牺牲了很多，奉献了很多，出尽了苦中苦啊，受人的回报，受人的一个是怎样？哎，挤压很多很多。可是这一些都不算什么苦啊、哦，
哎，他跟我们讲说，没办法永远解脱啊，这些轮回之苦啊，才是真正的苦啊。因为今世来转世为人，下一世不知道又要转世什么了，可能今世吃人家的，下一世又要还人家，所以呢，生生死死，死死又生生，这个才是真正的轮回之苦啊，所以他说最可悲的是什么？任苦为乐的人，刚为物役，忘记自己是谁了。所以呢，如果觉悟轮回是苦的话，就从此莫种业因，并以功德报赏越国啊！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最可悲的是什么？哎，任苦为乐的人，有没有任苦为乐的人？有啊！哎，什么最乐？爱喝酒的人就喝酒是最快乐的。如果我们叫我们喝酒呢，那个是怎么样？苦不甘言的。为什么？那个酒很难喝的呢？有没有喝过酒？哎，或许以前还没有修道之前就有喝过酒。那个酒真的很难喝啊，很苦涩的，然后呢，那个比较好的酒呢，只要沾到一点那个舌头都麻掉了呢，太强烈了，甚至那个酒你点火会燃烧呢，所以你看那么烈的火，我们人还是这样喝不误啊，所以爱酒的人他说喝酒是最快乐的，可是喝下去呢，怎样丑态百出啊，所以什么笑话都怎么样都可以演变出来的。什么罪呢？喜欢赌博的人，说三缺一啊，坐在一起呢，在那里打麻将赌博。他说这个是最快乐的，所以以我们来讲呢，这个是在怎样浪费时间呢？你知道赌博很伤神的呢，他要全身全力啊，看得出什么牌啊，你要怎么去吃它，你要怎么去碰啊，怎么去什么样子啊，有没有？所以要很会神的呢，所以用这些时间来研究经典，不是更好吗？用这些时间来怎么度化众生，不是更妙吗？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任苦为乐的，所以就变成潦倒一生了，所以呢，他说，甘愿呢自己怎样作为物欲呀，所以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的，所以叫我们要赶快哦，觉悟，觉悟什么？轮回是个苦海呀，所以呢，这一段跟我们刚刚讲的十二因缘法。就是不谋而合，所以不要无明了，所以要觉悟轮回的可怕，所以就从此之后呢，不要造什么恶因了，造业种子含因了，因为今世今日如果再造了业的种子含因了，还是要怎样再来什么偿还的，这个是因缘果报循环不已的一个真理，所以最好的是什么多行功多了业。用功德来报赏我们的业报，这是最好的，是也是最直接的。所以呢，可以这样的话，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受伤，所以业报来找的话，你说不要紧，反正我有钱，怎样我可以还给你，或者讲钱就是功德了，如果自己都没有功德的话，业力现前的时候，真的我们用什么来跟业力的怎样啊？这些怎么样？业主呢，来跟他谈条件呢，没办法了，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行功了愿哈，所以这一样是主境的文王呢，忍人所不能忍的，完成一部巨作啊，就是我们的后天八光啊，所以这个就是文王他的一个智慧高超哈，而且他的一个忍人的一个什么度量啊，是我们应该要学习一个榜样哈。第三条是临沂于难守啊，所以呢得其大守不可及真也啊，所以呢相曰难受之至乃大得也呀，所以呢难受就好像从怎样从南边呢进攻所以呢怎样田内前往除害向南方光明之地前进，方达到成功之期也呀，意思就是说你要打猎的时候你要从南边去哦，狩猎嘛所以就好像以前人很厉害他要出门的时候要先算一算，我今天要因为那个城门都有四个门东西南北门，今天要从哪里出去从哪里进来，他们稍微都要怎样屈指一算，然后呢真正的可以有大获利得其大守，就是怎么样纣王
因为他代表五芒嘛，他要准备去法座的，所以最后是要得其大手啊、哦，不可及真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五芒就听了姜太公的话，哎，你要法座啊，不要太急啊，哦，所以要怎样，最好是以德服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以武力呢来征伐来纣王的话，可能哦这样不是最好的。好、哦、啊，所以呢，武王在这里呢也听从了姜太公的话，好、哦、啊，所以呢也听了啊吴与石起的谏言，所以呢就回来，然后再怎样啊招兵买马几年之后啊，哎，算定了时间，真正的那时候他的德性可以感召天下了。好、哦，所以他出兵之后呢，选了一个啊，怎么样吉祥的日子出兵之后，你知道吗？八大诸侯都怎样护法了，都一起来跟他啊，跟随着他一起要去伐纣。进入朝歌城的时候呢，你看看所有的兵士都不用战争，哎，我们归顺武王，我们归顺武王，所以纣王不战就败了。哦、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德可以感召天下，真的太厉害了、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武王听从这个啥姜子牙的一个谏言。啊，九三爻呢，以阳刚之德居黎民之吉，与上六暗主相应，所以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并以以下之名呢除上面的暗，其次在于顺天应人，为民慈汉。好、哦、啊，所以你看一个臣呢为什么要来伐君，因为这个君是暴君。好、哦、啊，所以呢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怎样顺天应人才可以做，不然的话绝对不能做，也要真正的为民除害，这个第三条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哎太怎样啊，太鲁莽的话啊、哦，没有好好计划好的话，如果没有顺天应人为民除害这里面的话，可能做下去就变成了啊怎样错名万世了呢？所以武王那时候要走这一步棋啊，是非常的谨慎呐、啊。哦，所以这步棋走错了，哎，不是什么万古流芳哦，哎，整个名声就破裂掉了啊、哦、啊！所以呢，第三爻就在显示了武王法座的一个前因后果。以我们学道、修道的人来讲啊，本来要怎样当本着三才之一就是天地人啊，所以为了道统的一个传承来弘扬啊，来牺牲奉献，所以效法圣人的一个什么心传，而百变不离其宗旨，必能合乎天地之德也。啊，所以呢他说这一爻呢就是叫我们要把我们道统好好的承续下去，哎，不要到我们这一代呢就等它断层掉了、哦、啊，所以呢我们要继往圣啊、怎么样啊，真正的把它延续下去，这个就是我们使命，也就是我们的义务的啊、哦、所以我们一定好好的来把我们使命完成啊。吴敬宇前人呢又讲说，看到了形体上的生死而产生了喜跟悲，更产生了贪生怕死之心理，其实是执着形体的现象啊，所以遮盖了彻悟上的一个实智慧了。所以呢第三爻就是要应时应运，没有应时应运呢没办法，哎，所以呢也是叫我们要有离卦的光明，哎，跟他的智慧。所以没有智慧的话，真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肉体的实，没有办法真正彻悟到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真主人呐、啊，啊，所以他叫我们呢，真正的要怎样，不要执着于形体的一个现在相，啊，把我们的怎样本性呢遮悟了。所以他说，真我是永远不会哎不生不灭的，永远不会死的，死的是一个我们肉体的臭鼻囊而已。所以何必至死不悟呢？死不开这个臭鼻囊，然后呢而什么悲戚呢？啊，所以他叫我真正的从内心里面去找那个真主人，啊，把我们圆陀陀光亮亮的一个佛性，再度的，哎，不要让他受伤了，哎，如果在这里的光明之下又受伤的话，可能就没有生机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拨云见日，让我们光，哎，不要被这个黑暗的把它盖住，
所以呢，把这些黑暗拨开之后，你的光芒就显露出来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受伤了。好，所以我们现在人为什么沉迷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的佛性就受伤累累了嘛，所以就没办法展现他的一个什么聪明睿智啊。啊，所以很可惜，一直在这里流浪生死，长城苦海哈。所以这一样呢，是主进的武王华中。为什么会主进？应该是主动啊，因为他要以静来主动，所以要用光明之心呢来怎样应对外面的黑暗。好，所以他先静而后动，就是这个原因。好，第四样呢，叫我们什么？入于左腹，啊，获得啊，获迷离之心；出于门庭，相曰入于左腹，啊，获心意也呀。所以呢，入于左腹呢，就是什么？左右手的一个心腹。好，所以呢，第四爻啊，也讲到左右手了。所以呢，啊，获迷离之心，甘愿啊，心甘情愿的求人而得人。所以获迷离之心就是比干被挖心呐、啊。好，失于门庭，就是知国事之不可为，赶快离开宫殿以避难也呀、啊。好，所以呢，这比干准备要逃走啊。可是还是怎样？没办法哈、哦。所以六世整句话就是有如比干被剥心了，所以伤心至甚也啊，决心远遁离开宫廷，以保全其身而获心之喜也。所以呢，虽遇此爻，要本着因着增进之德，不妄动的一个精神，必能转凶为吉。啊，所以呢，有如逃避也啊，所以呢，他说，比干在这一爻，第四爻都比一比干，所以比干我们都知道啊，是纣王的叔父啊，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比干会被人剥啊，然后挖心，这个就是妲己的一个妙，什么妙招，所以妲己就故意怎么样，故意在那个纣王的面前晕倒了。好、因为妲己又有请一个他的一个狐狸的师姐哈、变作一个化作人的，很美妙的女孩子，来迷惑纣王，好、所以那个妲己呢，故意让他晕倒之后呢，他那个什么狐狸的一个师姐呢，就跟他讲，跟纣王讲说，妲己哈，他有一个老毛病，已经很久了，已经发生过一次。可是呢，被人家医好了，那个纣王说啊，他是怎么治好了？那个医师还在不在啊？我赶快啊把他请过来，所以那个使者就说不用了，因为以前呢，他说呢，只要有人是心脏啊是七孔的，我们心脏有三孔而已啊，他说有一种人心脏是七个孔的，只要吃了这个七孔的心脏的话。是病就痊愈了，自然就好了，不用什么名医呀、然后纣王说啊，真的有这样子啊？他就问他说啊，谁是什么心脏七孔了？因为妲己要害死比干嘛，就是用这一招。然后呢，那个使者就说有啊，你们朝廷就有了。比干他的心脏就是七个孔的。所以你看看纣王说啊，这样子哦。然后呢就听说谣言呢，就把比干请过来，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比干跟什么姜太公很好，所以姜太公呢要遁走以前呢，就请交给他一个什么锦囊妙计，叫他好好说好，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赶快打开看，你就可以怎样脱难了，所以比干呢。受到纣王那个命令啊，要掉下去呢，他心有不安呐、啊。然后呢，三分钟还没去的时候，纣王又一道命令来了，然后一直下命令，那个金牌一直下来啊，下了十几道啊。比干说这个去的话已经死路一条啊。然后在那里三心两意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他的儿子说：“那姜太公不是交给你一封锦囊妙计吗？你把它打开看看啦、啊。”然后对哈、然后就把它打开了，看着看着，知道了，其实它里面有放一个什么符啊，叫它化下去，赶快吃了，它可以护它的身体，心脏化出来了，它还可以活，那个符就是这么厉害，
啊，所以他就把它化掉了，然后吃下去，就真的跑去找那个纣王，哎，啊，是找纣王的时候，纣王也跟他讲说，听说你那个心脏是七孔的，我想借你的心脏来用一用啊，啊，哎，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你看看无道就是这样子啊，哪里可以这样子呢？好，啊，然后呢，真的就把他的心拨出来了，拨出来的时候，哎，竟然都没有流血。好，哦，然后呢，乙肝哦被剥心之后就哎怎样啊，跟纣王说哎怎样，他要离开了，所以就怎样跟纣王啊辞，就是跟他说要离开之后啊离开啊离开之后呢，那个妲己啊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的心脏被剥掉的时候哎连那个血都没有流啊，还可以跑出去啊，那个就很奇怪了，知道有高人指点呐，啊。所以他就从后面就跟了出去，哦，啊，因为乙肝他骑了一匹马，骑得很快，哦，啊，然后呢，他突然间听到有人在卖什么空心菜，哎，啊，因为那个是妲己化作一个老人，那个老婆啊，在那卖的空心菜，乙肝呢听到空心菜，他会觉得很奇怪，啊，世界上无奇不有啊，菜空心的怎么会火呢？哎，所以他就停下马匹啊，就跟老婆说：“哎，你在卖什么空心菜？”哎，他说：“啊，世界上哪里有这种东西啊，哎，菜空心绝对没办法活下来啊。”啊，那个老婆就说：“人没有心都可以活得下来，哎，菜哪里有不可能的呢？”所以呢，他就是要破除他的一个符咒。所以这句话就怎样让乙肝回想说：“啊，对哦，我没有心脏的。”然后二惨叫一声啊，水都喷出来，当场死掉了，就是这样原因的，哦，啊，所以哎，这个呢就是乙肝被剥心整个一个什么过程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面对死亡，所以呢圣贤跟我们讲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要有什么如游子回家那种什么欢喜心，哎，这个要境界呢讲得很简单，对不对？真正我们碰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么潇洒吗？哎，祸随自问呢，哎，没有把握呢。可是为什么哎要来研究？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跟自己讲，真正你的德性就是要达到这样子，你的境界就是要这样高超。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这种什么？有没有这种的意境？如果有的话，祸随要恭喜你的。保证你是身暖如棉的，好，啊，如果面对死亡的时候要如哎怎么样哎囚犯释放的那种自由的感觉，自由那种喜悦啊，好，面对死亡呢要有如什么落叶归根的那种自然，哎，你说觉得来哎也是自然嘛，啊，百岁之后也是自然嘛，啊，啊，所以来了又去了就是一个什么空性而已啊，啊，所以他说叫我们有那种归根的一个自然，面对死亡呢要有如空山月啊圆月的一个什么明洁，啊，所以呢，啊，不要带有任何一个色彩，哎，来也逍遥，去也什么潇洒，啊，所以呢怎样真正的来到这人间走这么一趟，哎，没有亏欠人家，清清白白的啊，哦，什么啊，亮亮晶晶的，整整洁洁的，这样子呢才是人生最好的什么一趟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描写啊，好像乙肝，所以呢为了我们九玄七子一个超拔，我们一定要忍人不能忍的水洗文法啊，哦，为了超生了死，我们也是要忍，受到考验，受到磨难，受到受伤的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穿啊什么突破这一关哈，哦。为了恢复本来的面目，我们还是要忍。哎，没有忍的话，真正的一个气生出来的，哎，怎样火烧功德林呐，前功尽弃，这样子就怎样就很枉然哈，哦。好，啊，这一爻也是主进的，这一爻讲为子跟乙肝哈，哦，好。六爻是箕子之临矣的，所以呢，立贞，哎，箕子之贞呢，临不可徐也呀。箕子是纣王的胞兄，所以呢，他怎样中风脉散，刚刚讲过了哈。立贞处于临矣的时候呢，
闭锁坤道一个力争的精神，因为上面是坤卦，所以它是第五爻，所以要守坤卦的一个什么力争两个字的精神。所以民不可习也呀，日之比不可因晚上因夜而习，人生在世呢，不可因受什么艰难而忘却的我们自节，所以民不可习也。所以为什么你看看光明再下来啊，已经好像我们看不到光明了，现在我们晚上啊，可是在我们地球村的对面呢，它是光明的，现在是白天的，好啊，所以一直等到明天早上，哎，光明又来了，所以呢，民不可习呀，哎，代表什么？我们受灾受难受苦的时候，你的自节还是继续把它保持下来，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好，六爻呢，哎，阴居阳位，有如昔日的伤重，残暴无道的时候，妻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之下，只好披发扬狂以受奴主之苦，所以本着用惠而民而终不失其名的精神，效法日之民恒古不失的自强精神，所以时代不论如何的黑暗也 无法消灭其名的，所以呢，区区的伤害更不足以习其名也呀。好，所以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名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他要阴阳调和，所以要有时间的一个什么转化。所以有时候天你看什么样，天亮了，有时白天，有一些有时候呢是晚上。他跟我们讲说，人生处事道理也是一样，因为人生在世。哎，不值一之事十有八九啊，所以有时候你是高潮的，有时候你是什么低潮的，有时候你是高温达旦的，有时候是终身潦倒的，都有所以我们真正的走上高峰的时候如何来怎么样守其心，我们真正的走入最低潮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度过难关，这个都是怎么样在教我们如果应试的一个功夫了。所以他说区区的伤害不足以习其名也呀，所以我们在道中受到一点点的诽谤算什么，我们还没有被人家关起来七年嘛，对不对？人家只是一句话跟你讲得很难听而已嘛，算什么？人家怎样一些不雅的动作啊，还是说指责的话语啊，还是说不堪日耳的不堪日耳的一些什么批评啊，这又说什么又有什么区区的小伤而已啊，你看比姜太公比文王比武王比比干比姬子算起来我们都是小 case 的而已呢，我们都还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呢所以你这个其实以他们圣人来讲，这个我们是说在考验，其实都这个都不是考验这个是本来就有的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牢记在心不要人家的一句话轻轻的讲出来，然后就重重的压在你的心坎里，然后压了十年二十年，一直压到你老把它放下来吧，这个大石头把它放下来的化什么化敌为友啊，这个你才是最有智慧的你说陈讲师你讲的简单真的呢，或许以前也这样过呢，那个石头重重压在心坎里呢压了好几年，有一天呢说我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呢难道真的就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有一次呢跟一个道亲就是有一些过就是一些过节了然后或者真的就把它放下来然后就慢慢的试着去怎样尝试接近他，尝试接受他他本来对祸水的印象很不好然后呢常常有意无意的就是找麻烦道亲也会这样子呢现在明理之后原来那个是老师派他来考考祸水的，看你有没有这种境界然后祸水接着说这个冥冥当中都是上天的巧安排所以现在就跟他很处得很要好了所以也不会像以前 看到他好像看到仇人一样所以你看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了，然后相识的一个姻缘 也保持得非常好了所以你看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好，
在学道当中呢，要效法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他怎样错卦，互卦错卦为乾卦嘛，所以孟子才跟我们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啊，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养怎样我们的心性，就是要达到两个字而已，叫做寡欲，清心寡欲啊，所以呢，欲望越少，我们心性会调养得更好。然后我们要随心一步功夫，叫做什么？降龙卧虎。所以把我们的这一只龙呢，把它想要降服起来，不要让它乱跑啊，不要主人不当家所以呢，左青龙右白虎，通通怎样？左右手要把它降服得好不然你的话，有一次或者听到一个小插曲蛮不错的。他说有一个人呢去拜拜。然后他去拜拜那个庙里庙里不是都有正神吗？在那守着吗？结果他去求奇怪，今天出的那个参加什么那个指示都不对了。结果说那个主神跑去玩了，他的左右手也跑去玩了。结果那个妖魔鬼怪附身在那个主神的身上，那个妖魔鬼怪什么呀？没有什么法术啊，人家要求了那怎么办？所以他要充当啊。结果人家比如说要抽签的，要治肾脏的，然后呢抽起了签的，好像头尾都不对，所以就给人家乱出一张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会导致害人的所以叫我们一个修道人要什么降龙卧虎嘛，降龙呢把我们龙虎这两只呢要怎样降服起来然后守心言还有一马。守心也就是我们的心的意嘛，要把它守住，不要让它乱跑了所以如果乱跑的话呢，你看看多危险呐！因为主人不当家，眼耳鼻舌心意啊，怎样，通通都会受惯。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受惯的话，一定会受伤所以叫我们要怎样，主人当家。所以以自然界来讲，梅花越冷越芬芳。就是你受到了困难，受到了磨难越多的话，代表你的境界越高。老师跟我们讲啊，你修了多久了，都没有收到考试单，代表还不够及格，代表这个人还没有资格受考验所以呢，老师也讲说，其实不是上天给你考验啊，都是我们自己在考验自己啊，是不是？其实这样子呢。他还讲一句话，天道好办啊，人事难为啊。人事真的很麻烦啊，有人就有事啊。所以我们真正的碰到有人事的时候，想想这句话，梅花越冷越开花啊。所以听到有些人呢讲的不堪入耳的话，哇，今天的什么秋天好冷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对自己的提升如果以生物链来讲呢，细菌越什么越演化，越什么越进化所以你看看以前的菌我们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感冒了你怎么办？是不是也不用去找医生，然后泡一杯什么牛奶还是热的茶然后喝一喝跑去什么棉被里面躲着让它流汗就好了，是不是现在呢，现在感冒又要吃药，甚至要打针，没有一个礼拜不会好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菌越演变越厉害它都已经演变到有抗体了所以现在的一个细菌就是越来越进化的以人事里面来讲他说心性呢越磨练越坚强，真的呢，一不琢不成器呢。所以我们心性你要越练的话越光亮越磨的话越坚强所以我们要经过重重的考验所以受伤并不是不好的，受伤才是让你真正的像文王这样呢达到一个圣人的境界呢。所以你看看这几爻虽然都受伤了，可是他们都成为圣贤了，没有这样的受伤他们也没办法脱颖而出所以你看周朝那个时候那么多人，为什么就这几个人出现？因为这几个人受伤是最严重的，所以受伤最严重成就圣贤的就怎么样，果位就越高了所以宇宙之间呢真理就越变什么越明白了所以真理呢怎样不怕怎样
福报推倒了，所有世界上无独一无二的，没有阴阳对待的，嘴对对的，就是真理一条路的。好，这一爻呢是主见的，因为是代表了机子的一个什么受伤，中风脉杀。好，最后一爻就是最不好的爻，上六爻不明慧，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造世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所以不明慧呢，代表人事之不明事理呀、啊。所以都第六爻，第六爻的纣王啊，高居在上面。所以你看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高高在上啊。可是呢，他不明的这些大道理，所以迷失自己，也危害整个国家。初登于天，出生的第一个念头呢？刚开始怎样？高官达旦啊，非常的一个雄伟。可是后日一定离世的最后一个念头啦，到最后呢，惨死在自己的宫里呢。所以你不要说哇，当总，当什么？当皇帝很好啊。如果当皇帝，没有守正的话，就变成昏君了呢。所以呢，做的越高，就是越危险。人家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了、如果你低低的还没有人认识你呢，做什么唯唯诺诺的事情，可能没有人几个知道。如果你是一个高是一个高位之人呐、你的一言一语啊，一举一动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就好像目前的新闻，好像也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哈、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其实不要当得太高，太高真的很危险啊，高处不胜寒嘛，所以失者失其法则，言其其道也啊，言失其道也哈。所以纣王就是没有那个言理原则的啊，所以导致一个无道。上六爻阴积阴位，虽然有人君之位，若无其德者，其终必败国上身啊。所以为天下笑，为祸人喜呀、就有如商周之事也，所以第六爻在描写纣王就是这样子来。所以以我们修道来讲呢，我们一定要怎样？一直修，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今天可以踏入道场，真心来修，修办到了，真的跟大家非常的恭喜。可是呢，还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往后的路还很遥远。所以我们如何真正的坚持到最后一秒钟，这个都是要看我们个人的一个内修的功夫哦，还有你那种诚心的表现哦，因为诚心的表现哦，都会怎样？到了一半都大打折扣了，然后就怎样？越后面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如何真正的达到怎样？达到怎样初发心那种？自然而然保持那种心态，一直保持下去之后，就可以成始成终。所以修道就是要达到怎样盖棺定论才算数。所以像我们前人才讲的，修道没有退伍的，修道没有退休的，退休到怎样？没有毕业的，通通要怎样一路走过来。所以绝对不管碰到什么难关。碰到什么各方面的一个考验，通通要真正的随即这几位圣贤他们这样的一步要突破难关哈。以修道来讲，就好像一个作恶之人呢，如磨刀之石啊，不见其剪，但自有所损哈。所以呢，第六爻就是好像他无恶不作的人，就好像是看他一世的阴影。可是呢，他的德啊，他的福报一直消瘦，一直消瘦，一直消瘦，他还不知道，终有一天时机到了，他全部都瓦解掉了啊！好，明道者当本的是什么？入色界不被什么色破，所以我们一个明道者啊，修道者一定要有这种坐怀不乱的一个什么定力，就是说你入这个色界的时候，不会被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呢迷惑我们啊，日生界呢不会被这个生界呢迷惑我们哦。不要说我这个歌曲很好听，没有这些歌曲我都不听了啊。讲经说法这些不是很好听吗？
哎，不是怎么样扣人心弦吗？不是可以让我们信心可以更提升吗？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道理呢？往往喜欢听一些什么弥漫之声啊，所以这个就是现代人的病。入相界呢，不会被什么哎，这些相界来迷惑我们本心哈。日未界呢，不被这些未什么哎未界来迷惑我们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贪吃贪口腹，都是为了这个什么未界？哎，入触界呢，不会被这个触呢感觉的感触的这个世界呢来迷惑我们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入这个法界呢，也不要被这个法哎来怎么样把我们绑住了。所以后世常常讲，易经虽然是很好，它是指引我们回天的这一条路，也证明我们道同的一个什么可贵性。可是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得下，因为它只是帮我们度过这个什么哎这一条苦海的哎一部经，就好像那一条船。所以你渡过彼岸的时候，你要把这一条船放下来，不要背在身上，好，所以不要背一些经典呢，把我们绑得死死的，这个就是怎样，就是我们的智慧哈。所以这样呢很不好，为什么？动静之凶哦，因为为什么会这样？纣王无道嘛，好啊，所以就是演的这个什么，这演的这离离卦的这一出戏。好，我们来总归它。第一爻呢，动下去变成什么？谦谦君子，谦卦。为什么？你看看，它第一爻就是临沂于灰啊，垂其地啊。所以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如果不够谦虚的话，就很容易受伤的。哎，啊，所以呢，你看，哎，姜太公就是怎样受伤之后，他还知道要到渭水河那边等待时机，所以他要卑以自牧啊。卑以自牧就是要自己的一个什么反省的，克己复礼的，好啊，所以动下去就变成牵挂。啊，你看文王，哎，第二爻动下去变成地天泰了，所以呢，天泰代表的文王，哎，不是想自己的生死啊，他是为了未来的我们的众生，因为天泰、地泰、人泰、三阳太泰嘛。所以他要著作的破天八卦来应时应运的应这个白羊旗，证明我们道统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才有哎怎样后以财成天地之大，虎象天地之宜，以左右铭嘛，哎，所以呢他才怎样真正的写下历史啊。好，第三爻武王，哎，动下变成一个地连富了，所以呢他要真正的啊富怎样把周朝呢复兴起来，所以他要反复其道，所以他七日来复啊，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哎，然后呢姜太公说时机未成熟，所以他又回来，所以叫做七日来复，所以天行也呀、啊，叫做顺天应人哈、哦。第四爻你看看比干，所以呢你看他叫做什么风卦，君子以折翼自行也呀、啊，所以他受到的一个委屈最重的一个行者。叫做自行也，哈、哦，啊，第五爻呢？你看它动下就变成七七卦，箕子，哈、哦，所以箕子它就厉害了，哎，君子以失患而预防之，所以他知道他会受，哎，进谏纣王会受到怎样，哎，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就来一个，哎，啊，未雨绸缪，所以失患而预防之就未雨绸缪啊，所以就来一个装疯卖傻，最后就是第六爻地卦了。动下就闭光，所以呢，他说君子以明事正，无敢则已也呀、啊。啊，所以呢，他说一个君王没办法呢来施政，哎，所以你看看，导致整个人类的一个痛苦苦相，通通大家都受伤了。好、啊，所以他叫我们怎样无敢则已哦，不要这样子哦，好、啊，不要怎样，哎，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再度的发生啊，好、啊。好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哎，后水今天挑选的这一首歌呢非常好听啊、哦。因为呢有受伤就有怎么样，哎，就会想到我们的故乡、哦、啊，所以这首歌叫做什么故乡啊，它记调呢是什么码头、哦、啊，所以这首歌呢在描写说我们人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已经好久好久了，六万多年了，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故家乡的老母呢？所以到受伤的时候，我们才会找到我们的故家乡。我们来听听看。所以世尊老大人呢，在这个受伤的名医卦当中，叫我们要懂得养的什么整的涵养。
所以呢，他说怒道华直哎，而能习得下。哦，真的哦，哎，生气了哦，怎么样？怒气起来的时候呢，哎，你还可以哎，好好吸一口气，然后还可以把它平息下来。这个就是什么克己护理的功夫的。然后话到口边呢，而能停得下。哎，所以有修没有修就差在这里呢。没有修的滴滴答答一滴啊，不该讲的呢，哎，口不遮掩的讲了很多，造了很多的口业。好，哦，而，啊，我们有修道的人呢，哎，要讲这一句话，说简多要怎样三思而后行啊。哦，甚至想要讲了，哎，怎样流到怎么样啊，舌了舌头的时候，哎，又停下来了。这个就是功夫。痛到心头的时候呢，可以怎么样挡得下来。哦，所以你看受伤累累呀，我们还能不能真的习得下、停得下、挡得下吗？所以可以的话，我们真正就渡过难关的。好，哦，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呀，啊，我们今天的一个名医卦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很多不足的呢，望请我们祖师赦罪容宽，也请各位点燃师以及各位前天大德呢多多包涵。毕竟或许还在学习当中哈。最后恭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道路同长，看电视分，谢谢。